谢你们光临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来我们这边请哦。国中同学还是要帮稍微问一下，这是奇怪的啦。啊？要为难他一下吗？就去买个珍珠蛋挞，或者是那个麻婆啊。哎，欢迎欢迎欢迎，不要再提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对，然后长得。